知唔知你租咗个地方俾个咩人？系杀人斩眼嘅贼王刘丹。而家我哋正规运动员，佢就系5年前香港羽毛球界天后吴九秀。呢啲冚唪唥铲嚟噶嘛？仲有你教练啦，我哋参赛啊！ 妖你奶，你冷样，亦都系打咩波啊？医生，你咩谂法啊？医生，你咩谂法啊？我大帽，大帽吧！会唔会长咗啲咧？打死你啊！咩都睇唔到喎，吓，见到你死鬼老母，我乜叉都唔爱，我净系要赢你班暗架仔。嚟啊！犀利宇智，哇！你留影，靠边个天？冇火，冇啊！ 做人点可以冇火啊？喂，唔通真系打羽毛球啊？咁我咪日日都俾人踩上心口，俾人打都唔还拖啊！翻嗰时同佢哋讲，由呢一分开始，系咁追，系咁追，一定可以反败为胜。 人去到某个阶段嘅时候，就需要改变。